绝绝子。好家伙，这一上午的话没人问车，光聊天唠嗑了。哎呀，领导看到完蛋了，我就。为啥不读你的字？我没有看到，我真没看到，因为有一些字的话，我在这边的话是看不到的，就官方会屏蔽掉，好吧？我没有看到，你可以再发一遍，20000倒立，我天，你给我整这损出去！我是跟你们学表演来了，是吧？我跟你们在这看戏呢，是不是？看表演来了。直播讲车的，不是直播杂耍的，大哥。你要去那个啥，我又不是娱乐主播说车的，你们不看车，你说有啥意思？是不是？聊完唱歌，唱什么歌？你们要唱什么歌？懵了。你们要听什么歌？你们要选一个什么歌？这个脏脏包可以给主播点关注啊，点关注。对，你们可以点关注。生日快乐。好的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我已经懵了，我现在很懵逼，很懵。看我有一些。这个2071点关注了没？点关注2071，没有点关注啊，点关注。你们想看什么车的话，都可以直接告诉一下我问啊。没有点关注的话呢，点关注啊。我们家的话呢，是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会稽区的美驰名车广场。加息。XF 目前没车啊，只有叉钩。可以私下我们的后台啊。您可以私下我们的后台，怎么私信后台啊？您点击这张头像，点一下这个主页，这里有一个私信啊，你可以发私信跟我说想看一下叉钩，直接私信我的后台就可以了。像我们家找车、收车、私人定制都是可以的。XF90也没有，有60，没有90。杜这位朋友可以先点个关注啊。对，可以先点个关注。收车的，这4066这位朋友收车，对，你把你的车型直接后台私信一下，给你找。